只要再卖猪啊，只要卖猪行了，听听说猪界上下去咯嘣咯嘣，就是一毛都不少赔一毛，是呗？嗯，各位各分五分都少赔。就是。啊，拿那个条子吧。长了，几个抓住又不一样了。啊，这就是抓住有的了。啊。这猪不愿走啊，都是长劲儿的这猪。那个猪一张，就是几个庄庄，咱都摘过。这对了，都这长土地的呀。这没人吃，这那庄上长劲了。哈，这就是这来了也不顺。兄弟们，走吧。心里了，这不顺，咱妈也打不着了。咱妈都没坏过，老过咱，这他妈咋老了？俩跑天跑天，猛一天都跑光了。天潮了，我也是这个。长一毛钱，你一个猪都差一个二三十块钱，仨猪都差一百块钱，少赔一百块钱。差一百块钱。长猪少赔一百块钱。一百块钱正经啊，跑要来的跑，奔好老头子奔好几盘。那就是。是呗。好几盘嘞，好多还得骑牛来黑跑。那下场遇到一场正常，这涨亏了。涨亏了，具体奔。哎，过年赚亏了不两个？那个那种卖的，种一块田地，驴那那驴子那呗。不用种，这都是啥种一块呀？种那那那好，老老整点那个啥的。你看这个地边，这都是土儿。我那天见可臭的，我等会儿去把本本的。查猪，现在养猪不摘了，就一天下起地找个正事。想法别的，你光在一棵树上吊死。走吧，好，这仨猪。你看这猪劲儿长了，看。长了，这长了，这该不是五月都有劲了，算在该不是有劲了。这光等个长了，咱喂猪不是长，少长点都少赔点，是呗？看，这了，往后我看该得长了。是，一天红，这长了再老不点，我是干有劲了，不叫你白干，工资给你少搁崩点。是对了，猪劲儿长了给咱自己涨工资，猪劲儿拉了给咱自己出，你这是。对，灵活机动，对吧？灵活机动，才能大生长的。我不灵活机动，大不了生长。嗯。这猪
几点煮几点一张在地下在煮上盖都有起来了。在这规模小好回头，跟着小火车好转头，要大规模了咱都车都难转、嗯、说家回头都回头呗，是呗。嗯，等还整着挖挖地给扭掉，把三门儿开开，三门儿也打不开了。现在这三门儿几个脏了，你看还有弄不开。